上班交通尖峰期，大车小车超缓慢，大雨疯狂轰炸高雄，人五峰人入严重积水，马路变水路。骑车小心骑在路中间，因为路两旁积水超深，就怕骑进去直接掉卡不能动。高雄市清晨大雨来袭，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，高雄仁武区雨量最大，志宏池周边民宅开始积水，警方直接封路。另外三小时累积雨量破百毫米，包括鼓山、三民、紫冠跟弥陀区达到二级淹水警戒，鼓山区最夸张。积水从高处流下来，黄泥水满布路面，店家拍下积水画面说很久没淹成这样。大雨的时候连续好几天都会担心下得太急了啦，它就那边就会淹。这里高啊，那里低啊，所以它如果不下的话，它一下子就会下。就连高雄前镇区渔港路高架桥底下也出现严重积水，有车子因为底盘低停在水中不敢继续往前，受到低压带影响，高雄豪雨狂炸。气象局提醒，高雄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，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，低洼地区更要小心积水，大雨不停，市区恐怕随时淹水，都要提醒民众出门千万注意。记者金宪忠、洪富仁、刘世志，高雄报道。我是刘佳，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。最新时事、国际脉动、财经动态，还有气象资讯，最接地气的新闻台，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，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。当然，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